过咧无闲工课，我定定伫无聊的下晡接到你的电话。阿妹出头天，这是面子的问题，要安怎讲着台北的生活这么艰苦？知啦，知啦，好啦，先安尼，我要去无用，我要做一个想讲的人，莫定打电话。想知影有一天煞接无你的电话，你是走去底？有一个所在，若是会当予你轻松的过，我嘛会放心，放心予你。我想要讲的话，我不是逐摆要调工和你冤家，莫吃伤多烟，后世人爱继续弹吉他，若是有闲就爱来看我，就爱来看我。爱较早睏，我要去无闲，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。今天有准备一个，就是焦虑症附身的人啊，哪一位？那个对，就是你不管问他什么，他都会回答的很奇怪的人， oh. 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让你来访问我们这边最难访问的丰田先生。我是演的，不是真正的样子、啊。什么？你讲的很像我真的有问题一样。好的，第一位，不管怎么样都会跟你唱反调的暴走族丰田。耶！好紧张哦！欢迎大家来到 Pia 的音乐收发室。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位暴走族的朋友，让我们谁跟你朋友啦？好凶哦！哎，丰田先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的下巴。还行吗？那是暴走族的象征，懂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暴走族是什么吗？暴走族这，喂，你该不会爱上我吧？这暴走族很屌哦，就是骑摩托车，怎么那么丑啊？吓被自己吓到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反正就是要暴走的啦。啊，就是骑摩托车这样。对啊。哦，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什么作品或是节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有啦，我唱反调了。有啦，有啊。是不是下巴不太舒服？哎，你是访问者，你自己讲哎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在12月19号有一个自己的专场演唱会，在西门大道。有啦，关键字啦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好强，蛮强的，蛮强，超强的。哎，不要理我，我也不要理你，我就选择我的。好会，好会，走我的路线，没有中间尴尬的空间。好，我要好好学习。那皮亚，你刚刚跟他访问的感觉是什么？蛮焦虑的。蛮焦虑的。秋天的暴走族会想不到问题吗？遇到这种人，你会想不到问题吗？有时候会耶。有时候会吗？对，但是我就会像我刚刚那样，就是我讲我的，然后他可能就会想要。对，也有话题了，他就会自己追上来这样子。好，那更难的要来喽。好，来第二位，请上。Q 我，我们的无敌据点王小安。哇！没有啊。好的，第二位，无论如何都会让你据点的小安。不好意思，我解释一下哦。好，刚刚这位是演的。这个是本色演出，对，真正的样子。那我更紧张，好，会努力。
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、欢迎大家来到 Pia 的音乐收发室。我们今天欢迎到据点王小安，耶、Hello。小安最近过得好吗？小安好，可以，还行。声带 OK 吗？声带还好，可以。那要不要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声有元气的那种？贝亚是跟空气对话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哇，好有精神哦，好棒！讲话了，六六六。最近小安有没有什么作品或是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最近主持娱乐关键字哦，那跟其他跟其他主持群，那有哪些人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嗯，还是都不太熟，不熟，好像我们都不熟。他们没有介绍我们的意思，哎，我们不太熟，没关系。那如果大家只要看娱乐关键字，就可以看到小安哦。我们今天谢谢他，谢谢，据点他，据点。回来，不要给人家压力这么大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是大魔王哎。